光 Plus 中嘉在地影像培力与真见计划开始喽！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丰富奖励等你来拿。详情请洽中嘉新闻 FB 粉丝团，或扫描真见简章 QR code。左手摸着地，右手摸着天，掌纹列出了释放。融入环境剧场概念，搭配上不同风格的音乐。结合现代舞、中国舞等元素，尝试着不同形态的展演。这是基隆市杰出演艺团队绽放中端舞团。绽放舞团日前透过基隆文化局媒合，再次与海科馆内的发电厂以及广场作为舞台展演空间，进行不同于刻板印象的中东肚皮舞展演。即使开展前遇上突如其来的阵雨，也不减舞者们的热忱。绽放舞团黄惠美团长表示，户外的环境剧场充满许多变数，天气即是其中一项，不过这也是考验着演出舞者的应变力。绽放团员代表黄嘉敏说道，我们怀抱着跳舞的灵魂，演绎着不同的角色，诉说着不同的故事，在国境之北，以山为天，以海为地，远望港湾，在山海蜿蜒处舞起浪花，在远古遗迹适时共舞。绽放邀请您放肆的与我们一起共舞飞翔，恣意的与我们一起疯狂幻想，回到最初的原点，等待您再一次的赞赏。观展游客龚先生说道，我觉得今天是还蛮值回票价的。第一个值回票价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舞台感觉让我觉得这有点就是好像台湾遗留下来的一个遗迹，然后透过这个遗迹当做一个肚皮舞表演的一个舞台背景，那我觉得这个是蛮有特色的。那第二个特点是说，因为在台湾就是像主办单位这样子的组织啊，好，我认知有点不是那么多，因为我觉得主办单位蛮用心的，就是说可以邀请这么多不同舞风的舞者来做表演这样子，所以我感觉每个舞者都蛮用心的这样子。绽放舞团努力融合不同的舞风，结合环境的现场条件，透过舞蹈用身体的姿态与音乐，试着诉说着不同的故事。以中东舞为兴趣基础，加上勇于挑战的态度，成就多元在地化的展演，演出时每每让人惊艳。2022远古遗迹绽放。公民记者蔡宗和、高维成，基隆中正区采访报道。